好，我们首抽就是新手召唤十连抽，对吗？只限一次。究竟，我的运气有没有用光？之前封测说哦，跟什么鬼一样，要什么有什么。这次就给我个风寒月吧。我上一次也是抽到风寒月啊。我抽到古人格真会哭哎，我真会哭出来。哎，拜托啊，不要风寒月，拜托，是男人就要抽女角 ，Go！风寒月，首抽十连抽是送的啦。神武怪杨云佐奉命前来。哎，我抽杨云佐哎。OK， 紫韵可以。神阙公使弼紫韵前来助阵。在下亚布斯，犹太祭司拉比。可是有小师叔，我不太想要重刷。而且他重刷的速度好像有变快了。一人不才，空同诸号，请多关照。滚！天玄门小师妹英灵华在此。哎，你看到我大师兄了吗？寒沙堡副堡主二太八参上，究竟是谁呢？哎，亚布斯有没有语音？我记得他有啊，伊斯朵有。这里是哪儿？你们是谁？我叫伊斯朵。高士金，我高士金。才是四象门名副其实的继承人。干！天神林建平前来助阁下扶危济困。我要封寒月！啊！我封寒月！怎么办？要重抽吗？可我不想啊，有抽杨云佐哦，哦，哇、哦，林建平强啦，但啊，我就想要女角啊，哦，我风寒月，你风寒月的行动力比较高啊，他可以拿宝物比较好用。我第三次封这次拿到风寒月，哎。哦，亚布斯刚刚重复过了 ，OK。阴凤人，阴凤人超烂的，高士金也很烂的，哎，可怜啊，怎么办？啊，就是这样，就这样的啊，就这样。竹子庄，竹子庄，风寒月的竹子庄，好想要。我想要，我想要竹子庄，会抖，会抖。我是说头发会抖啦。竹子庄，哎，竹子庄在哪里啊？交易这边吗？好想要竹子庄。好了，算了啦，至少我有杨云佐跟殷建平嘛。好，就算了，之后再说吧。好啦，十连抽，我的运气就是这样子。那因为账号稀有啊，然后我觉得这样刷有点浪费时间，所以就不要做刷的动作了。你可以每个伺服器都刷一轮啊，不过我已经跟大家讲说我要在月影大漠，我就不重刷了齁。OK， 就这样子。赞啊，风寒月赞啊，这虽然我没抽到。